看那个巴斯卡三角形有没有？那个我写在旁边给你啊，就这样子啦，一一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二一，一三三一，一四六四一，这个怎么来的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两个相加，一加一就等于二。那这个三怎么来？就是一加二，二加一等于三，一样依次在推。一四六四一怎么来？就是一加三等于四，三加三等于六，三加一等于八。OK， 那像这种有三个圈圈的呢，其实应该用到就是一三三一了。四个圈圈的就是用到那种一四六四一，两个圈圈就是一二一。啊，这怎么记得？其实很简单，其实用那个 a 加 b 平方概念就好了。a 加 b 平方其实就是那个什么 a 平方加二 ab 加 b 平方，就是这一组一二一这一组，那一定是两个圈才会用到它。哦，那像这个三个圈圈，很明显的一定就是一三三一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呢？题目看怎么写。他说有六个人排成一列，甲不在第一个，乙不在第二个，丙不在第三个，总共几种排法？那就是全部扣掉什么？甲排第一，乙排第二，丙排第三，那就把它加回去这样子，那就扣回去，加回来哈。好，所以呢怎么做？答案是全部减掉甲排第一个，然后呢这个乙排第二个。然后呢，丙排第三个 ，OK， 然后加回去，加回什么？加回什么？加回这个甲一乙二，还有呢乙二丙三，还有呢甲一丙三 ，OK， 再扣回去，扣什么去？扣回那个甲一乙二丙三的状况，会了哈。好了，全部的话呢，不考虑那个什么。谁排第几位的话，全部多少？全部就六阶嘛，对不对？减掉，如果甲排第一个的话呢，就是甲先固定了，所以有五阶。那因为甲乙丙都相同的逻辑，所以乘三倍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在考你那个前面的系数比啦，会了哈、哦。所以一三三一，所以后面加一样加三。那这里六阶五阶后面那个一定多少？就一定是四阶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甲乙就固定了嘛，只剩丙丁戊几可以用而已。哦，那以此类推，一样就三种。好，然后呢再扣掉什么去？这个一样。乘上的是三阶，这样子会了哈，所以答案就帮你算出来，答案是等于四二六，这样会了哈 ，OK。